庆祝，我们已经庆祝得也很好了。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一个张梅姐跟我提议嘛，我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主意。我们就既然大家都有爱国心嘛，为什么我们不展示一下自己的文化？我说没问题，我说赶快去和我们整个这个理事会来沟通，最后人家把这个给批下来，真的觉得挺十月份还不容易啊，不容易，就把人家那个把人家埃及的给哦，这样的，啊，都好多国家都是十月份，好，就等于是我们三家一起做凑起来，要不我们就带几瓶酒来，去带几瓶红酒来。也可以，因为办过两届，每届呢都是一个就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国企人的文化，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酒店，他们非常非常感兴趣。好，这样的话，在这里整个有时候就经常在这个地方，是吧？放不下，就感觉放不下。不像别的那些国家吧，可能我们就会，就刚才我说的，我们就一半能够，嗯，一半能够。这回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找个场地都没好，然后整个就做到，反正是钢琴啊、什么麦克风啊之类的，能做到什么？啊，我也来，你也来一个。音响我们就跟着这个，就跟着这儿了，你觉得呢？我们也好多这个里面的这些夫人嘛，他们好多背后都是金钱的，哎呀，好多都是那些 director 啊，什么大使夫人呐、啊、之类的，他们背后也都是。那就是各个国家。对各个国家，我们最少是在40个国家，最少是40个国家。就是你来到这儿，你看都是外国人的面孔，就是这种都是国际友人。I'm from Sri Lanka.From 5:30 to 8 o'clock. Today, also we'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ste the Chinese, a bit of Chinese food. My sister's and friend, we have just celebrated the 70s.Oh my God. One, two, three. Make me look younger. Now we will start our culture performance. The first one is jazz dancing. My motherland and I. Please and enjoy.
昨日梦的细雨，如烟那样留在雨中不语，杨柳缠绵雨的情意。江出水梦花迷，江南的雨，柔柔的江南雨，你用温情滋润中爱的春意。江南的雨，江南的秀丽，一江春水梦花迷。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
三段。第三段歌词。哎，就结束了，就像这个和那个一样。Thank you.
Thank you.
We would like to say thank you so much. This is from all of us to you.很多国家，因为好几百国家呢，大家说不定都认为十月份是个非常好的秋高气爽的哈，大家都愿意选择这个时候，所以呢，就说是幸亏张梅姐告得我早，然后就赶快和他们沟通，赶快沟通。在联合国的活动主要是庆祝祖国的七十周年生日，大家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对祖国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我们都是在海外生活二三十年的中年人了，但是大家呢从来没有忘记祖国，心系祖国。我们还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一起来庆祝祖国的八十周年生日、九十周年生日，甚至是祖国的一百周年生日。祝祖国永远繁荣昌盛。